埃尔及利亚总统办公室话，长期执政的总统布特弗利卡将会在4月28号任期届满时下台。这项声明是在经历了过去几个礼拜反对埃尔及利亚总统以及他的政府的大规模抗议之后宣布的。目前这一名82岁的领导人在2013年中风以来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自从1999年以来他一直统治着埃尔及利亚。埃尔及利亚定于4月18号举行总统大选。